从我们小学毕业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她这个感觉，小女孩的感觉，我都没有忘记过。说看一些电影啊，这种情节如果很雷同的，我立刻就会浮出来我小的时候五年级那个女孩子的模样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一个很遥远，很像一个很美好的梦。胡妈妈干贝酱，这些年那些事。